消防队员秀出结实的肌肉线条，化身为消防桌历中的主角。基隆市消防局12位俊男美女消防队员，首度结合魔鬼克星冰天冻地的电影元素，与基隆美景拍摄消防桌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要摆一个动作，要摆很久，然后那个维持那个动作，还有脸不要笑僵，就是真的很难这样子。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抱猫，我以前都是在抱狗。所以我也是跟他们的主人，他们主人在旁边帮我协助说，哎，要怎么抱啊，然后要放哪边，然后摄影师说，哎，坐下来，我坐下来，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精心拍摄的消防桌历即日起限量开卖，所有收益将全数捐赠给创世基金会。市长谢国良肯定透过桌历来行销基隆，非常感谢哦，受力公司哈、来跟我们基隆市消防局来合作，好、来拍我们的消防桌历。那呢，我们这次拍的桌历啊，所卖出的这个善款呢、我们全部捐给创世基金会啊、来帮助啊、有需要帮助的人哦。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值得哈、我们来做啊、让我们基隆市呢有更有爱的一个城市。因为打火的弟兄也就像魔鬼克星一样，去帮助所有的市民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刚好又是到了年初的时候，那如果能够拍摄一本月历，让大家一整年都能够想到就是打火弟兄在帮助我们生活上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我们又把所有的这个收入捐赠给创世基金会。很开心能够跟索尼影业 Sony Columbia 进行魔鬼克星的一个共同的宣传的仪式。如果买这个我们消防队员的月历，就可以送我们的一个公益票，那所有所得都会捐给创世基金会。那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消防队员是能文能武，而且呢都是猛男美女，而且呢他们也花了很多精神来拍这个月历。那对于他们平常的辛劳，我们已经非常的感激跟感谢，但又能够替基隆市能做城市宣传，所以希望跟Sony 以外，也能够跟更多的影业跟更多的电影剧组电视剧组未来来合作行销我们的城市。就是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基隆市政府跟我们的基隆市的消防局，然后还有我们的 Sony 的影业公司合作这个公益的消防桌历。对，我觉得希望就是社会大众可以抛砖，就是借由这次抛砖引玉，那大家更重视我们这次弱势的族群的这些人。好，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小额捐款，好，或是说线上捐款也可以，或是说捐赠奶粉、尿布啊，看护垫也可以这样。这个消防联名桌历即日起在博客来、基隆各大独立书店与创世基金会限量开卖，价格119元，并附赠一张电影特映会票券，欢迎民众一起来支持公益。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